珠江桥牌美女厨房暑期亲自烹饪班。珠江桥牌美女厨房亲子暑期烹饪班，蜜桃新猪肉汉堡，材料有新猪肉120克，水蜜桃半个，英式松饼两个，芝士两片，沙律酱两汤匙，士拉叉酱一茶匙，生菜三片，粟米油一汤匙。腌料：珠江桥牌有机豉油两茶匙，糖一茶匙，麵包糠一湯匙。做法：將新豬肉加入熱料拌勻，醃十分鐘備用。士拉叉醬同沙律醬拌勻備用。水蜜桃切片，將新豬肉略為攪拌至起膠，然後分兩份猜成球狀，用中大火燒熱平底鍋，落油，將新豬肉放入平底鍋，略壓扁成漢堡扒狀，然後煎兩至三分鐘後反轉另一面，再煎三分鐘至金黃色。英式鬆餅烘兩分鐘後反轉，再放上芝士片，蜜桃兩邊煎至稍為軟身後拎起備用。蜜桃片同英式鬆餅放入已經燒熱的白黃，我們依次放上新豬肉漢堡扒、士拉叉沙律醬、蜜桃同生菜，再蓋上英式鬆餅後，即可趁熱享用。呢個就係依時教我哋整嘅蜜桃新豬肉漢堡啦，好靚，好好味啊！今次嘅活動安排得好好啊，所有嘢都好細心，我哋都玩得好開心。今次嘅活動好好啊，可以俾我同我個女有啲親子嘅時間煮嘢食。而家整緊跳舞漢堡包，我哋而家整緊欣欣漢堡包，和平漢堡包。我覺得呢個活動幾好玩啦，大家一起同阿囡囡一齊整嘢食，中唔中意啊？中，係啊，好好味，同埋今日呢兩個素菜都幾好食。非常好又健康，去珠江㗎，我哋會繼續支持佢嘅，希望下次都可以再嚟參加啦。美女廚房暑期親子烹飪班。